有你一个小的人，说好过完十五你才来的。你怎么来这么早？你怎么来这么早？我先回去了，拜拜。你走不走？哎，你不是说你奶奶过九十吗？小顿轮哦，他们又不做了。刚过来不是很舒服的吗？现在真的变了，变了吗？变了，现在变得油腻了。那刚过来的时候很熟，都不说话了。现在都话多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了。我是个老实人吗？不是，他现在变得油腻了，辉哥。谁带偏你的？他油腻。天天跟一群中年油腻大叔混在一起，能不油腻吗？是吧？我还以为是阿油说。他什么时候来？两个哥哥。秋刀鱼，你有你吗？没有我。他也是明天他老婆过完生日，能请他吃鱿鱼。辉哥炒，啊，请他用吃鱿鱼，炒的那种。没有。哎呀，你看广西好冷啊！你看那个脚。你看你们两个都是黄的，我是白的。上半身跟下半身相当匹配，看到没？在广西就一定要有这种。辉哥，你确定明天回去？都是烤全，烤全羊都没吃到，我说等他们过来再烤全羊了。烤我心里个鬼！谁跟我说我过来要烤全羊？我知道了，炒饭一来你就不爽，看他不爽你就走。辉哥一看到小灯笼一来，调皮的这个样子，明天也走了。敢去？敢不敢？明天马上搂只羊回来。明天晚上烤，不搂只小狗。对，明天白天就去拜年，不搂只小狗。刀老头的话讲，我不要。改天，明天，等一下把他反锁在房间里面。没事，跟我出来。我什么时候买过单？那么高。哎呀，跟你出来，我们需要买单吗？是吧？搞得好像跟你出来我们要买单一样的。你要掏啥？要掏啥？五百块呢。难改，不行，不能跟他们出来吃宵夜消息，老是辉哥老是被坑，烦死了，辉哥又跑了。哎，让你们起早一点，两个一起早，要喝送你，送完你告诉辉哥下身再走。这些人啊，一个个都太不靠谱了。我一起床发现两人都没了，全部回家了。小棒。你明天不回去，明天我们一起到班车上面去凑一桌。那边太热闹了，我不敢去。整个山头都是人。那等一下小胖的三高半夜跑到机场去睡觉吗？对，我等一下我吓了我，等一下我行李一收，我车一叫，我自己去机场那边选择等到天亮。没有，明天你要那个啊？你说你那里还有十只鸭子是不是？楼啊，要大声一点的，像那楼，做吧。搞鸭子吃饭。我要吃大鹅。大鹅炖铁锅。铁锅炖大鹅。大锅。明天去哪里选选称谁家有个搞子来？今天你还吃了？明天再搞搞啊！那班子旁边不是有个大锅吗？回去我亲戚跟我说啊，介绍没？哎，多了去了。相了多少个？相了多少亲戚？你跟我们说一下，啊、说一下。分享一下相亲的快乐。嗯，就是别人来我家的时候，然后你爸把门一锁，把你俩关在里面。我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直接，好，直接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们了。你过怎么看？太伤心了。那你是不是看过了才这样决定的？二十年之后，你一定会被后悔今天你所做的这一切。付代价。二十年之后你会坦白的。想看出我哪里有介绍那么有相亲对象？辉哥是过来人。好被挡不住他呀！辉哥要打架。我拨钱给你了，我好被挡不住他呀。我没有相过亲过，我都没有相过。相亲是什么滋味啊？我也没相过。没有，老你说你搞了这么大，女孩子手都没接过我的信。但是我跟他用力帅得很的，那三个说他们三兄弟长得这么帅，都是自己谈的，都不用相亲的。早上忙的不行。这话有点可恶的，反正你一定会后悔。有辣椒没？没有辣椒。你会拍大腿，就像他说的拍大腿。想当年。台湾有辣椒。我
怕什么肉？不吃羊肉饭了，来来来，你是10:50的飞机，10:30到，保证你能上去。不论你拖不拖运什么东西都行，有时候它就这么方便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讲究效益。效率高，我们柳州最骄傲的就是那个机场。你到深圳国际机场去吗？你走进去要走20分钟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柳州机场，你走进去5分钟就到了，3分钟。什么5分钟？你从你下车开始到达标那里就是45秒。45秒。你进去时进门15秒，上楼梯上那个电梯的20秒，我把那感觉就是35秒。一会功夫，就那么一会功夫，我给你掐得死死的。不用着急，不用着急。那天他10点的飞机，9:23，我们从家里面出发，还是吃螺蛳，吃个螺蛳粉，还悠哉悠哉，再给你慢慢吃。那明天他10点的飞机就8:23，他11:50的飞机，十一点，10:50的飞机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就是。就是比他提前多一分嘛，9:13就可以出发了嘛，掐得死死的。不用啊，要10点去就可以了。他要吃螺蛳粉。20多分钟到柳州，吃螺蛳粉就行。啊，吃个螺蛳粉再回去呀、啊。吃个螺蛳粉10分钟，还有10分钟。10分钟吃不够，哎呀，我跟那天跟炒饭跟他结在那里聊了半天，万一遇到熟人呢？然后一看，哎呦，不行了，还有半个小时。炒饭当时那个心啊，我的个娘啊，我要回家抱老婆啊，吃韭菜啊。微信支付没声音了、啊、没有的哦。哎呦，打吧，打吧，没有了，吃光了，真干净，光盘行动，明天回去了啊。嗯，感谢，真的，马上拉羊回来，明天我拉羊给你看到先。我不要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明天拉羊过来，不要给你听到。哎呀，又省了几千块，去。你就这么实诚心里话，你不要说出来嘛，你要么等我走了你再说吧。你能不能硬气一点，我不走了，我让你省，我让你搞几千，搞只羊来吃了先。不能，咱得有志气，人家都这么不那个的，这么没诚意的。走了，说走就走。走吧，回去了。